大家合掌，跟我念十二大愿。十二大愿，饶益有情，饶益有情，密咒加持得兰明，密咒加持得兰明，理念愿圆成，理念愿圆成，愿业冰清，受永福慧宏，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药师海会佛菩萨，药师海会佛菩萨。诸位法师，各位居士，首先呢，请大家发起无上的菩提心，为了帮助一切如母有情众生都能够获得身体健康无病苦，心灵健康无烦恼，灵性健康出轮回的殊胜功德，获得今生今世所求如意，临命终时往生极乐的殊胜功德。所以呢，我们今天进入到药师经历第五次的学习啊。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药师如来的十二大愿，前面的呢七大愿，第一愿成就法身，第二愿成就报身，那么第三愿呢是智慧之身愿，是讲修智慧，是呢建设物质文明。第四大愿呢是建设精神文明，导入大圣，皆以大圣而安立之，是修定无漏学。第五大愿呢是戒恒清净愿，修戒无漏学啊。那么事实上呢，戒定慧三五漏学就可以圆满地包含八万四千法门，所以可以说三四五愿都是圆道地而发愿。第六大愿呢是圆苦地发愿了，你看得生健美愿呢，众生他的身体啊有种种的病苦，有种种的根地缺陷，诸根下裂啊，诸根不具啊，身体呢下裂，丑陋顽愚，蛮聋喑哑，挛臂背篓，白赖癫狂，种种的身心的残疾，学习药师法门呢都能够得到相好庄严灵巧有智慧。第七大愿呢是进一步诸根具足以后呢，还要进一步让他们能够呢安康乐道愿啊，消除一切的病苦。你看那个第七大愿说，若诸有情重病逼切，无救无归啊，被众多的病苦所逼迫啊，如果没有了解药师法门呢，这个是一件非常痛苦的，让我们身心不得安宁的一个障碍啊。疾病呢甚至于能够对历史产生重大的影响，比方说
欧洲的历史上呢，就曾经受到过疾病的影响啊。那个法国的皇帝啊，拿破仑，他有两种病，一种呢就是皮肤病，一种就是痔疮。在那个滑铁卢战争的时候啊，他的痔疮呢就发得非常厉害，经常发作，所以就让他没有办法骑在马背上去巡视阵地，去查看军队。尤其是在决定胜负的最后两天呢，他的痔疮发得最厉害，所以根本上呢就没有办法去决策，就躺在那个帐篷里面啊，依靠用鸦片来止痛，所以呢大败，后来被流放到一个荒岛上去了。所以其实呢，人生种种不如意事啊，病苦呢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啊。那么并且这一愿呢还包括了，不单单是让我们啊将病苦转为健康，而且呢还包括了药师佛的愿力呢，包括了让我们家庭幸福、事业成就的方法。药师佛的愿力说啊，家属之具悉皆丰足，乃至正得无上菩提。所以在1932年的药师法会上呢，大众就共同发愿说，第七，遵行世尊本愿，普设医院，广施药品，使一切人民孤苦贫穷悉离病厄，一切孤苦贫穷的人都能够啊转过来，都能够离开病厄，都能够身心康泰。世尊第七本愿如实成就。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第八大愿转与成南愿，第九大愿魔外归正愿，第十大愿解脱忧苦愿，第十一大愿得妙饮食愿。我们原来讲过药师法门呢，其实就是七个字，吃好睡好心情好。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呢其实是不容易做到的。我们就是因为不懂得怎么吃好，所以才吃出很多毛病来，吃出癌症来，吃出心情很烦乱，吃出愚痴来。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吃啊，大脑供血不足啊。所以今天其实就讲两个字，吃好。哎，好像是很简单嘛，但是我告诉你，你就是活到70岁80岁，你不懂得药师法门，你还是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吃好，怎么样才能吃出健康来，吃出戒定慧来，吃出相好庄严来，吃出福慧增长来。这个呢就是一定要懂得药师法门才可以啊。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内容用一句话来开口，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做一个好吃的人，要做一个吃好的人。是不是很简单？就是药师佛，就是我们呢，我们说我们要做药师佛的三好学生啊，吃好睡好心情好。要吃好不要好吃，要睡好不要好睡。那么呢，要情好不要好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情好，就是你要懂得调控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心情愉快，但是不要好情，不要执着于感情。如果你样样执着的话，这个就是你的障碍了。事实上就这么几个字啊，但是呢你要懂得还真不容易啊。好了，我们接下来就说第八大愿。好了，今天这个吃好呢肯定讲不完，明天还要继续讲怎么吃好啊。要吃好不容易啊。我们原来学药师法门的时候，就说吃好两个字，就听了10个小时。我们今天讲的只是一点点皮毛哈。第八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有女人为女百恶之所逼劳，即生厌离，愿舍女身，闻我名已，一切皆得转女成男，具
丈夫相，乃至证得无上菩提。药师佛因地啊，他就发愿呢，要帮助众生能够转女成男，这是转女成男愿。那么转女成男呢，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就是从外向上转女成男，第二呢，从养生上转女成男，第三呢，就是从修心上转女成男。我们先说从外向上转好了。因为女众呢还是有很多的，比男众的身体啊还要不如的地方。比方说生理上呢，每个月有月经，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如果痛经的话是非常痛苦的。还有生小孩子的时候啊也是比较痛苦的，尤其是现在的人呢要风度不要温度啊，所以呢往往就寒气入来了，入身以后的话呢往往顺产就很难，往往都是要剖腹产呢，然后这个母亲为了要美容的缘故呢就会要去做隆胸啊，所以这个小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人奶吃，没有母亲的奶可以吃，只能够喝牛奶，就好像喂一头小牛一样的。然后呢心理上来说的话呢，当然比较来说有一些女众呢她会比较心胸不够广阔。有的人说哈，女人的世界呢就是全部的世界就是她的丈夫，这样子的话呢，当然如果你生命的支撑点就只是以婚姻为基础的话，那么万一婚姻出现变化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世界也就崩溃了，所以呢心胸不够广阔，或者呢爱慕虚荣。然后还有一种不如的地方是在社会上容易有男女不平等啊，或者受到轻视啊，或者呢也有说有些人他有一种好像害怕被丈夫所抛弃的恐惧啊，或者是对于感情的执着很深啊，这些种种呢，所以不如意要能够呢转女成男，从外向上呢来转女生成男生。药师佛的愿力啊可以加持我们，可以让众生满愿。满愿的方法当然一个是能够临命终时升到净琉璃世界去，那就是全部都是男生，全部都是相好庄严，犹如药师佛一样具足32相80种好，这个是药师佛愿力的加倍呀。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这个人间，因为有奉行药师本愿的缘故呢，第二生能够转女成男，也能够呢第二生能够转丑陋为庄严。比方说我们昨天所说的玉林国师，他前身是矮小又驼背的，第二生呢就智慧广大，相好庄严，能够成为顺治皇帝的师父啊。那么但是现在也不一定啊，现在社会发展进步了，一直都在提倡说男女平等啊，那么也有很多国家有女王啊，有女的总统啊，这些还是很厉害的了。而且呢也有一些男众呢，他虽然得到男生，但是他不珍惜，他觉得这个男生不好啊，他愿意去做个手术把这个男生转一个女生啊，我今天看到这方面的报道了，好奇怪。那我们去泰国去旅游，就是泰国有一种什么人妖啊，个人妖全部是男的啊，但是他男的以后他做个手术把自己转为一个女生，然后打那个雌性激素让那个胸部大大的，看起来好像一个女人一样啊，这个呢其实都是非常颠倒啊，业障很重的众生哦，去做那些变性手术的众生呢，应该说都是业深障重也比较愚痴的众生呢。第二个方面转应该是从养生上来转，养生上来转呢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哦。有些人看这个院说，哎呀，
这个短女成男，我是男人，这个愿我不需要，对我也没什么帮助。其实你搞错了呀，转女成男是说什么？我们身体里面，如果你的正气不够的时候啊，一些毛病都出来了。所以转女成男呢，就是把那些病气转为正气，就从养生上来说是如此的呀。我们的气血总量如果充足，我们身体就健康。一旦下降的时候呢，你看有所谓的阴虚啊、阳虚啊、阴阳两虚啊，那就是气血衰竭呀。什么病是气血衰竭呀？糖尿病啊，尿毒症啊。那你如果说能够把这个身体转好，这个呢也就是把正气提上来，这个也就是转女成男。并且呢，佛教里面讲三戒呀，欲戒、色戒、无色戒。欲戒的众生呢有男女之相，无色戒的天人呢，他没有一个神实在，他没有身体啊，哪里有男女之相呢？色界的天人呢，他也没有这个男女的欲望，所以都是非常相好庄严的光明身。所以说色界无色界呢是没有男女之相的，欲界呢就会有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把我们的心，虽然我们的身体在欲界，但是把我们的身体如果能够转为色界身，我们就能够转女成男啊。不单单是从外向上来讲，我们的就算你现在外向是男生，但是你的心还有男女的欲望的时候，那么也就说明你这个身体里面还是有女人的特质在呀。所以要转女成男，那就是转变为色界之身，虽然身体在欲界之中，但是呢它的构造呢已经好像色界天人一样成就光明身。这是从养生上来说呢，要转女成男，要成就，要开悟，要解脱，这个一定要能够把身体转过来，不然的话你不可能成就，也不可能开悟的，不用打妄想了。身体如果转不过来的话，你的心肯定转不过来的，这个呢也是转女成男愿呢。释迦牟尼佛说啊，四禅八定呢虽然是世间定，但是对我们修行人都很重要哦。好，尤其是这个第三禅，在这个第三禅之中呢，我们定慧等持啊就能够得成就，就能够开悟啊。所以事实上呢，对我们修行来说，这个愿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呢，事实上我们身体要健康啊，就是阴阳要平衡，我们身体由弱转强就是转女成男。所以说其实这个愿呢对男众和女众都是有加持力的。第三重意思呢，我们从修心上来转，如果一个人心胸广阔，有出离心，发菩提心，无我利他，修法相应呢，虽然他的外向上是女人，但实际上呢他是大丈夫。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内心污浊，自私自利，属鸡肚肠，心胸狭窄，常起贪嗔痴，虽然外向上是一个男人呢，但是实际上他是女人呢。所以从修心上来说呢，我们也要转女成男，清除我们内心之中那些见不得人的妄想烦恼，转为慈悲心，光明智慧心，能够看破放下，心胸坦荡，就是转女成男。所以第八，遵行世尊本愿，立法施政，尊重女性，使一切女子受平等福，离百恶劳，世尊第八本愿如实成就。第九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令诸有情出魔眷往，解脱一切外道缠缚，若堕种种恶见丛林，皆当引摄止于正见，
建令修习诸菩萨恒，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这是第九愿魔外归正愿，也可以说是回邪归正愿，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药师方里面啊，叫做正见开魔王。我们有一个仪轨啊，上面就是有这一句，开口这个愿力呢，就是正见开魔王啊。那么前面的一到啊，第一愿和第二愿呢，是缘灭地而发愿；三四五愿呢，是缘道地而发愿，修戒定慧；六七八愿呢，是缘众生的苦地而发愿。啊，你看众生有种种的苦啊，我们有诸根不具足，身体有残疾的苦，虽然身体没有残疾呢，我们又有种种的病苦和贫穷之苦，哎，然后呢，或者还有女生的苦，这些种种的苦呢，都是它的因是什么？它的因都是因为我们极烦恼啊，极烦恼业呀、啊，所以呢，第九愿呢，它就是开始我们啊，要知苦断疾。药师佛呢，从根本上帮助众生超出轮回，就是把招感一切痛苦的根源这个极地呢转过来啊，断掉烦恼啊，树立正见。所以呢，这一愿叫做魔外归正愿。所以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呢第九愿呢是缘极地而发愿的，众生遭感诸根不具，丑陋顽愚，贫穷多苦，来自于呢为女百恶之所逼恼，这些种种的痛苦的原因呢，都是因为没有正见呢，堕在种种的恶见邪见之中，而集了无量的恶业，造了无量的恶业，所以呢才遭感恶果。因此药师佛因地发愿呢，就帮助众生，引导众生来斩断遭感恶果的因，知苦断疾。药师琉璃光如来他的因地呢为琉璃光菩萨时，就发愿说，愿我未来世中证得无上菩提时，要令一切有情都能出离魔地眷亡，不受外道的影响和诱惑。那种捕鱼的叫做网，抓兽的呢就叫做眷，就是你看我们那个用一个罩子哈，撑在这里，然后的话呢，放一点米或者放一点谷，这个鸟飞过来，哎，然后绳子一拉，把鸟就罩住了，这个就叫做圈，一个罩子，网就不用解释了，好，实际上圈网呢，都是指呢，困住众生的啊。那么如果迷信外道的邪说，就好像那些鱼和鸟兽呢，被圈网所罩住了一样啊，不容易脱离出来。有些人呢，他接受了那些外道的邪说，比方说薄无因果啊，比方说执持常见和断见呢，这样子呢，他就有了一种所知障。有这种所知障的众生呢，他甘着于五欲，深陷在魔网之中，迷失本性，他反过来还认为他很高明，反过来还要讥讽佛教呢，是消极的，是迷信的。所以这种人呢，其实是非常可怜的，非常糊涂的。药师佛呢，以种种的善巧方便呢，引导和摄受他们，将他们安置于佛法的正见之中。所以药师佛发愿说，皆当引摄止于正见，并且渐次地引导他们修习六度四摄等等的一切菩萨恒，迅速地能够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圆满成佛。所以由此可见呢，
正见呢是最重要的，魔外归正愿呢，归根结底要树立正见，我们学药师法门才能成就啊。你看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谈经300余会，他老人家并没有说带大家进禅堂去打过一天坐，也没有带大家进过念佛堂去念过一天佛，49年呢都是在讲经说法，就是为了树立众生的正见，正见树立了，行持自然就跟上来了，行持不相应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树立正见的缘故啊。第十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王法所入，神父鞭挞细臂牢狱，或当行路，基于无量灾难凌辱，悲愁坚壁，身心受苦，若闻我名，以我福德威神力故，皆得解脱一切忧苦。那么这个是第十大愿，解脱忧苦愿，也可以说是呢重复得脱愿。人生在世呢，不单单是有身体的种种病苦啊，还有种种的灾难逼迫身心之苦，药师佛呢他的愿力也能够帮我们消除。你看我们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啊，不单单是有自己身体的病苦，还会要遇到呢自然界，你看天气这么热，这个也是苦啊，很冷也是苦啊，还有人与人的交往，这个苦就更多了。比方说遇到光飞，遇到是非口舌，甚至于有牢狱之灾，受尽种种的凌辱痛苦。所以药师佛的因地呢，对众生在人生之中啊遭遇到的种种苦难体察入微呀，发大悲愿，救度悲愁坚逼的苦恼众生。我们一句一句来看好了啊。药师佛因地发愿说，我将来成佛的时候呢，若诸有情王法所入，如果有一些有情众生呢，他或者因为是受冤枉，或者呢因为是犯罪了，受到国家法律的裁判审判，这样子呢是王法所入啊。儒家的思想呢认为，真正的太平盛世呢都是以礼乐道德来治理国家的。论语上面呢就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礼，齐之以乐，有耻且格。如果我们单单是用法律用政治来制裁和控制众生的时候呢，老百姓他就会去钻法律的空子，就会有人去钻空子闯生命的红灯，然后呢他能够钻空子免离法律的制裁以后呢，他还一点羞耻心都没有，所以这个是法律不足的地方啊。还有一个不足的地方是，只有他在造了这个恶业以后，你才可以去制裁他呀。但是这时候损失已经造成了，所以呢这是不足的地方啊。第三个不足的地方是，法律虽然好，但是如果执行的人不公正的时候呢，还是会有很多人受冤枉啊。所以呢儒家的思想就认为说，我们要导之以礼，齐之以乐，有耻且格，提高每个人的道德修养，然后呢注重于礼仪的教化，这样子呢能够防患于未然，有羞耻心，并且呢万一错了自己呢很惭愧，痛切忏悔。那么那个孔子呢并且也认为说法律呢需要依靠有道德的人去执行呢，
乱世之中呢，就算是有道德的人，也有可能会触怒当权者而获罪。比方说孔子啊，他有两个最喜欢的学生，一个叫做公冶长，一位呢就叫做南宫嗣。那这个公冶长这个人呢，他很有道德，也很有智慧，他能够听懂这个鸟鸣叫的意思啊，他能够听懂这个鸟的语言，鸟一叫他就知道啊、哎、有什么事情会要发生。只要鸟在互相讨论的时候，他在旁边，他听到鸟叫呢，就可以知道鸟在说什么。哎，并且呢，他这个人也很有道德，也很正直。但是有一次呢，他也就认为因为太正直呢，所以在鲁国啊被抓起来了，就遭到牢狱之灾。而孔子也就评价说，公冶长虽然在牢狱之中，但是呢非其罪也，不是真的他有什么罪过，有什么过错，只是因为邦无道啊，国家呢政治不清明。另外还有一个南宫嗣呢，孔子就称赞他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幸而免。就是说如果这个国家太平有秩序，政治很清明，南宫嗣呢他能够出来做官，能够造福老百姓。如果国家很混乱，他也能够明哲保身，远离是非和官非。所以孔子认为呢，南宫嗣啊比公冶长还要更高明，所以呢他就把他哥哥的女儿呢就做主呢就嫁给南宫嗣，把他自己的女儿呢就嫁给公冶长。那么也就是说，那个孔子呢他认为南宫嗣比公冶长更高明，并且呢他是非常注重于孝悌，把他的哥哥呢摆在第一位，把自己呢摆在第二位。底下啊，我们看神父鞭挞，遭遇到牢狱之灾呀，被绳子捆绑起来了，并且被人呢用鞭子来抽打，细臂牢狱，被关在牢狱之中，受种种的痛苦折磨啊。哪一些人容易招惹官非呀？哪一些人容易招惹这个口舌是非呀？容易有这些牢狱之灾呀？可不可以知道呢？其实可以知道啊。有一句口诀，就是说太岁后五即官煞，日为夫妻食子女。你听懂这句话呢，你就知道哪一些人有没有官非，会容易有官非，你就可以判断你自己容不容易招惹官非。有听懂哈？太岁后五即官煞，日为夫妻食子女。就是说比方说你是属老鼠的，这是子啊，子丑寅卯辰巳，你往后推五位就是什么，就是巳嘛，对吧，那就是巳嘛。也就是说你的年份是属老鼠的，你是老鼠年出生的，然后你出生的日子里面有一个巳，就是巳日啊，或者有一个巳时，时辰是巳，巳是什么时啊，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就是巳时嘛啊。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出生的日子或者时辰里面呢有这个巳的话呢，你这一辈子啊就容易招惹官非啊。那么如果是在日子上面有这个巳呢，那就说明你招惹官非的原因是什么，是跟你的伴侣有关系，或者是你的老公，或者是你的老婆，总而言之呢是因为啊，因为他们呢你就容易产生官非。如果你出生的这个事呢是在时间上呢，那么就跟你的儿女有关系，或者跟你的下属有关系啊，或当刑戮，或者受到严刑拷打，甚至于呢被杀害。刑就是严刑拷打，戮呢就是杀戮啊，被杀害。基于无量灾难凌辱，悲愁坚逼，身心受苦。所以药师佛能够观察到我们众生啊真的是苦啊，人生在世呢苦难众多啊，甚至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有无量的灾难，有自身病苦的灾难，有自然界的寒热的逼迫，
也更有与人交往之中啊，受人歧视、受人羞辱的灾难。所以说无量灾难凌辱啊，凌就是欺负，辱呢就是侮辱，受人羞辱的灾难，比方说韩信呢受夸下之辱，司马迁受宫刑之辱，周幽王呢烽火戏诸侯，诸侯呢有被轻慢、被戏弄的侮辱，越王勾践呢被吴王夫差俘虏以后呢被罚做奴隶，那么也是呢受尽凌辱。美国总统啊林肯，他刚刚选上总统的时候呢，在那个众议院发表演说啊，就有一个议员当场就站起来说，你不过是一个鞋匠的儿子，所以呢他有被人攻击、被人讥笑之辱。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之中失败以后呢，被流放到荒岛上面呢，有被流放的侮辱啊。所以总而言之呢，人生在世呢，事实上存在着无量的灾难凌辱啊，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药师佛呢都能够体察入微，都能够帮助我们转过来。所以那个我们要修学药师法门呢。唐朝有个诗人，他就说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在愁中即病中，常在八苦交煎之中啊。比方说受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无因炽盛苦等等。晚唐时候有一个李商隐呢，就做了一首诗啊，嫦娥来描写他的那个爱别离苦啊。云抹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星。他这个写得很隐晦，不知道说什么，以为他真的是写天上的嫦娥，其实不是了。他这个是写了他怀念他那个过世的妻子啊。云母屏风烛影深，就是说天色已经很晚了，屏风后面的这个蜡烛也差不多点尽了，长河渐落晓星沉呢，就是晚上的星星呢那已经呢渐渐的淡化了，就是天呢差不多要亮了，就表示这个李商隐一个晚上彻夜未眠了，一个晚上都没睡觉啊。那么他没睡觉他是干什么呢？底下两句接着说了，嫦娥应回偷灵药，这是一个上古的一个传说哈。上古我们中国有一个神箭手啊，就是后羿，据说以前有几个太阳出来，他一箭呢就射去呢就可以射落一个太阳啊。这样子的话呢，后来他得到那个灵丹妙药啊，可以延长寿命，但是他的妻子嫦娥呢就一次性的把后羿的那些灵丹妙药一次性全部偷来呢，全部一次性就吃掉了，所以他这个身体就飞升起来，升到月亮上去了。李商隐呢就以此来隐喻啊，来比喻呢他的妻子啊过世以后呢，他们夫妇呢是阴阳悬隔啊，所以嫦娥应回偷灵药，就比喻说他妻子好像升到天上去了，天人悬隔那么诗人呢彻夜未眠追思不已，并且呢很多晚上都是如此，碧海青天夜夜星那么世间人其实他没有闻到佛法呀，他什么东西都是看不破放不下，经常都是呢悲愁兼逼，身心受苦。我看那个报道说一个英国人呢，他们夫妇感情很好，哎呀这个妻子过世了以后，这个丈夫呢他是做医生的呀，就让这个让他妻子那个这个尸体啊就脱水，就一直放在这个卧室里面，哎呀真是吓死人了。你看几十年跟一个尸体睡在一起，这是个什么感觉就是说明他这个人很执着了哈。这个世间呢这个奇怪的事情很多，根本原因都是因为这是什么愚痴啊，看不破放不下，没有正见呢所以呢悲愁兼逼，身心受苦啊。
若闻我名，以我福德威神力故，皆得解脱一切忧苦啊。要是佛印地法院说呢，这些遭受牢狱冤屈之灾和种种的凌被人凌辱的痛苦，这样子的众生呢，如果能够听闻到我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呢，以我的福德威神之力、福德力、威德神通之力的缘故呢，都能够帮他们从一切的忧悲痛苦之中解脱出来。好了，接下来是第十一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饥渴所恼，为求食故造诸恶业，得闻我名，专念受持，我当先以上妙饮食饱足其身，后以法味毕竟安乐而建立之。这个是第十一愿，得妙饮食愿。这愿很重要哦，这愿告诉我们怎么样子修秘密禅，怎么样子在饮食之中修行，怎样子吃好。愿文说呢，将来我成佛时啊，若诸有情呢生活困难而受饥渴所逼恼，为了维持生存而不择手段去追求饮食，造下了种种的恶业啊，饥渴所恼，为求食故，造诸恶业呀。世间的饮食啊，不是现成一求便有的呀。所以中国古人说，世上无如人欲闲，天下唯有吃饭难。你要是说真正的跟大家好像都差不多，跟社会这个生活水平差不多，你还要努力呢，不是现成的天上掉下来会给你的了不是现成一求便有的了，它需要很多条件啊，需要你要有知识，要有技能，或者要有体力，然后呢你可以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呢去换取。但是如果你没有一技之长，又没有资本，又没有体力的众生呢，他为了生活，他就会去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呢，就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啊。所以因此呢，我们也可以知道，作恶的人呢，其实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为内心的烦恼贪嗔痴很重，还有一类呢是因为浮浅障深呢，他困苦的环境所逼迫呢，让他去铤而走险。所以对于前一类的众生呢，应该从思想上面帮助他们来树立正直正见，而去断除他们的烦恼。对于后类的众生呢，药师佛他在因地就发愿说啊，一切饥寒无衣无食的可怜众生呢，若得闻我名，并且能够依据药师法门的开示呢，来专心意念药师佛的万德洪名的话呢，信受奉行啊，那么我当先以最上美妙的饮食饱足其身让那身体呢先能够得到能量，先能够呢吃饱我当先以上妙饮食饱足其身呢，后以法味毕竟安乐而建立之，然后进一步呢再以无上的佛法妙法味呢，使他们加强心灵美善的建设，安置于佛陀的菩提正法之中，得到毕竟的安乐，让他们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之乐。所以说呢，毕竟安乐而建立之所以呢这个愿呢虽然是叫做得妙饮食愿，但是如果我们用两个字也可以概括，就是吃好药师法门就是七个字啊，我们讲了啊，吃好睡好心情好，吃好是秘密禅，睡好是主事禅心情好呢心息相依呀，就是如来禅。所以我们要做药师佛的三好学生呢。有些人说，哎呀，我都几十岁了，我难道还不会吃饭吗？
其实呢，有可能还真是不会吃。怎样吃才能算好？就是药师佛的愿力呢，还是我们的啊秘密藏的法门。吃啊，其实是什么？吃就是我们的人体与大自然进行能量交化，就是它的本质啊。我们的鼻子呢，从天来吸收五气；我们的口呢，从地来吸收五味，就是与天地相交换啊，与天地进行能量交换哦。所以吃你不要小看它呀，啊，事实上呢，修行法门就在此地，每个人都要吃饭，都要呼吸，都要睡觉。药师佛就很巧妙地告诉我们在这里面怎么修。就算你不学佛，你也要希望能够吃好啊，睡好，心情好啊。所以呢，其实任何人都离不开药师法门。得到药师法门以后的人呢，能够听闻到药师法门的人呢，是有福报有智慧的人呢啊。所以啊，吃呢是我们人体与大自然进行能量交换的活动啊。佛经里面说有九种食啊，我们要能够懂得正确的吃啊。佛教里面的教理啊，可以用四个字全部来概括，就是什么？缘起性空。佛教里面的一切佛事活动，不管显宗密宗，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什么？上供下施。上供下施是干什么？就讲一个字，吃。哎，我们斋天，早上一起来四点半起来斋天，那是请谁吃啊？请诸天吃哦，早上诸天食嘛。哎，我们中午上供是请佛菩萨吃，哎，我们晚课施食呢是请鬼神吃啊，啊，我们那个放焰口也是请鬼神吃啊。你看焰口是不是都讲一个吃字啊？所有的佛事都讲一个吃字。密宗里面呢，做火供、做烟供，照样还是吃啊。所以其实你看，所有的一切佛事活动，包括水陆法会，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两个字：吃好，请佛菩萨吃好，我们自己要吃好。那么，懂得正确的吃有什么好处呢？哈，第一个，我们懂得正确的吃的话呢，能够治病。哎，药补不如食补，食补呢不如气补，气补不如心补。哎。那么中国文化传统文化说啊，药食同源呢，啊，药食同源呢，你要懂得调理你的身体，尤其是慢性病，你用医疗吃药还效果并不一定好，还会产生很多的副作用，产生很多的医源性疾病。所以人家懂得吃，慢慢的它就好了。哎，那么然后的话呢，所以呢尽可能不吃药，通过吃东西，通过饮食呢，把身体调过来啊。我们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呢，生命的基石呢就是健康。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健康呢？要懂得吃，才能够转病苦为健康。我们今天是发了一张纸哈，张纸上面讲的饮食疗法呀，发出来我们就知道了。其实这个药师方面讲了很多，我们只是说一点点哈，抽一点点出来说。要是我们对所有的常见病、慢性病，他都有告诉我们怎么吃的方法。第一个是什么？感冒。感冒的时候你不要吃感冒药。我们原来讲了，感冒也不是坏事哈。我们的肺里面有寒气呢，我们的身体啊，免疫系统把这个寒气赶出来。如果你去吃一个幸福三分素呢，这寒气不但不能出来，它就更加跑到肺里面去了，那就糟糕了。所以呢，你不要破坏你的身体，你不要做一个昏君，要支持你身体的免疫系统呢，把那些病毒赶出来。那我们怎么支持它呢？我们要懂得吃啊，懂得吃就可以帮助到我的身体，让它顺顺利利的，更有能量的，快速的把那些病啊赶出来，赶跑掉啊。就是好像我们要做一个英明的皇帝啊，要支持那个在前线作战的将士啊，啊，他们有能量啊，后方的粮草供应很充足，让他们呢能够勇猛地冲锋陷阵，把那些病魔呢通通赶跑掉，啊，而不要像那个宋高宗一样做一个昏君呢，十二道金牌呢把岳飞召回来，啊，然后呢让敌人长驱直入啊。我们用不正当的医疗手段呢，也是好像
宋高宗这个昏君一样呢？那么呢，这个是我们首先看那个感冒，感冒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这边讲到风寒行，风寒行呢，我们要用香菜、生姜、葱白汤，熬点汤喝喝就可以帮助到他了。我们要知道感冒啊，是人体排寒气、排毒的反应，你不要阻止他排毒，你只要多喝水、多休息，并且呢，以恰当的饮食来帮助到他就可以了。风寒行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内因，就是感受了那些那个自己的身体抵抗力下降了呀，生活呢没有规律，工作很紧张，所以呢体内的能量供应不足啊，这是内因。外因呢就是感受风寒，这种风寒型的大多数的感冒呢都是发生在冬季啊，外面就很冷，你体质抵抗体质又很差，抵抗力不够，所以呢就会有这个风寒型的感冒。它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流清鼻涕，流清鼻涕，头疼，鼻子堵塞，然后很怕冷啊，你盖多少床被子这个心里面都冷得慌啊，跟外在的体温没关系，而是里面很冷，这个是属于风寒型的感冒啊。那我们怎么办呢？就是可以拿一些香菜，芫荽菜哈，那个15克，然后呢再用生姜10克，用葱白10根，熬一点汤就可以了啊。香菜呢15克，香菜它有一个疏风通窍的功能啊，生姜呢有温中散寒的作用啊，葱白10根呢它能够解表通窍啊，所以呢你熬这些汤喝下去啊，多喝喝水啊，稍微休息一下就好了呀啊。风热型呢是什么？风热型就是说外阴呢也还是受寒啊，寒气进去了，比方说你淋雨，或者呢冲凉以后这个头发没有擦干，让它一直都湿着，这个寒气就跑进去了。内因是什么呢？内因就是说你平时喜欢吃辣的东西，吃很油腻的食物，所以本身体内就很热，然后呢再加上寒气入侵呢，就会有风热感冒。风热感冒的人呢应该同时还会有一个大便很干结的一个症状，经常也容易上火。那么它的症状呢就是鼻涕是黄的，咽喉呢可能很痛，口很干，有咳嗽，这些种种啊。那么食疗的方法也是薄荷啊，薄荷粥啊，薄荷粥其实就很简单呢、你来点新鲜的薄荷30克嘛，然后呢再用一些粳米啊，50到100克，看你能够吃多少嘛哈，吃的多就放2点也是可以的，加点水熬成稀饭就可以了。如果喜欢甜呢，可以稍微加一点点冰糖也是可以的呀。因为薄荷呢它能够清凉解表、清热解毒啊，尤其是对那个咽喉肿痛的人呢，含一点薄荷是有帮助的呀，有很好的疗效啊。粳米呢能够和胃呀，所以就在饮食里面呢来调就好了啊。然后暑湿型的就是夏天感冒啊，天气很热哦，那么因为自己很怕热，所以就贪凉，把这个空调啊调得很低，然后呢一直在吹空调，晚上吹通宵都开空调，这个其实是不好的呀。大家如果用空调的话，房子里面一定要，如果很长时间开的话，房子里面一定要摆一盆水呀，然后的话呢睡觉的话最好不要通宵都去吹呀，然后呢或者夏天呢因为觉得身体里面很热，所以很喜欢吃冰块、吃冰激凌吃那些很寒凉的食物，然后呢就会有暑湿型的感冒啊。这个时候的症状是很恶心，肢体呢很酸痛，头昏咳嗽，就形成一个就是暑热型的呢方法也很简单，拿一张新鲜的荷叶，然后呢就来一点粳米100克啊，2两啊，一起呢熬稀饭就可以了呀。因为这个新鲜的荷叶呢，它有清暑、祛湿、
解表的功能呢？啊，再放一点点啊冰糖的话，煮熟以后放一点点冰糖，这样子吃下去，既可以当饭吃，又可以治病呢。啊，不要去吃那些西药啦，啊。然后呢，就是咳嗽，我们就觉得这个很简单的哈。事实上的话呢，这个药师方面他讲了108种常见病和慢性病的食疗的方法，饮食疗法，我们说一点点好了。咳嗽呢，就是风寒型的咳嗽、风热型的咳嗽和肺燥型的咳嗽，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要遇到的呀。风寒型的咳嗽呢，就是因为说自己抵抗力下降，外感风寒，然后呢，我们的肺啊震动呢，把那里面的垃圾排出来，啊，这时候你可以用杏仁橘红汤，那么杏仁用10克，橘红用12克，然后的话呢，那个就加一点点啊，加一些水呀，熬汤就可以了。不过这个杏仁是用那个甜杏仁，是效果比较好一点。顺带说一句，这个杏呢，不能多吃哈。这个杏呢，它虽然说是能够清除那个肺里面的那个过多的热啊，帮助这个支持这个肺呢排毒啊，并且呢能够止咳化痰呢，但是呢，如果你吃的太多的话呢，其实对身体是有损害的啊。明朝那个正德皇帝呀，有一次呢，那个甘肃那边出产了一种很大又大又甜的杏子啊，就送了好几箩筐进贡给他。那么这个皇帝呢，就赐了一筐子给那个户部尚书啊。这尚书平时也喜欢吃，然后呢，得到皇帝赏赐后，这书房里一边看书一边吃。不知不觉把这一箩筐都差不多吃完了，吃完当天晚上就死掉了，多吃是不好哈。那个，有一句话呢，叫做，桃子养人，桃子保人，杏伤人呐，礼数底下葬心魂。水果要吃，但是不可以偏吃某一种。就是苹果它是比较平和，什么都可以，什么事都可以吃，其他的任何一种水果它都有药性。你什么病，或者你哪一种气虚，你需要吃什么水果，或者你平时都好好的，那么你样样吃一点点就好了，不要太选择，每一样都不要吃太多，这样是比较好。所以桃子养人，杏伤人呢，李树底下葬心魂，李子也不能多吃。但是事实上桃子养人，也桃子其实也不能多吃啊，健康人吃是没有问题哈，但是呢，那种肿瘤或者癌症病人是不要吃桃子，一吃桃子你这个肿瘤就会大起来，因为它是活血的呀，但是女众呢，就是说如果是好像是经期哈，经期的话我们原来讲过，你不要怎么样，不要吃寒冷的东西，你不要吃冰激凌啊，不要少吃西瓜呀。但是可以吃桃子，因为桃子是活血的嘛，然后呢，橘红啊，这些也是宣肺清热、止咳化痰的然后呢，再加上一些粳米啊，2两啊，100克，粳米能够和胃呀，再加上生姜6克，生姜的作用就能够散寒、温中、解毒啊。然后呢，适当的加一点点红糖，这样子呢，对于风寒型的咳嗽呢，就能够透过食疗来治疗好哦，都是很简单的常见的一些食物。你看杏仁啊、粳米啊、生姜啊，都是我们常见的食物啊，加上橘红就可以了。对于风热型的咳嗽呢，风热型的咳嗽就是他平时也就容易上火，然后呢吃那个辛辣的东西也吃得很多，然后呢咳嗽的痰呢，风寒型的呢，咳嗽的痰是白色的，寒气重啊，或者是绿色的，更是寒气重啊。风热性的呢，痰湿很多，并且呢是浓痰，黄色的浓痰啊，头也很痛，咽喉也很痛啊。那么这里面是怎么样？好像很简单哈，萝卜杏仁汤啊，
拿一些白萝卜啊，拿一斤呢500克啊，然后呢杏仁15克，广陈皮12克，生姜10克，然后呢煮好以后放一点点盐就可以了。因为白萝卜呢，我们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啊，不劳医生开药方。冬天吃萝卜的话能够清热顺气化痰呢，但是要注意呢，如果你这里有喝人参汤，你就不要吃萝卜汤，因为刚好抵消掉了，这个萝卜刚好就是下气的嘛。还有一个好，如果你要吃有喝那个人参汤的话，你少喝茶。有些人不知道哈，他很喜欢喝茶，但是呢如果你喝茶呢刚好也是抵消掉了。然后呢是那个肺燥型的啊，肺燥型的是雪梨银耳川贝汤。肺燥型的就是秋天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津很旺啊，肺呢得不到滋润，天气又很干燥，所以呢就容易有这个肺燥型的咳嗽。它的症状就是咳嗽的时候觉得这个口啊鼻子啊都很热，好像有热气喷出来一样，并且大便呢很干结，这个呢就是肺燥型的了。用一个雪梨啊，然后呢又用10克银耳，这个两种呢都能够滋阴润肺呀。用川贝6克，川贝的作用也是润肺止咳的，然后呢熬好以后加冰糖少许就可以了。这个应该是饮食调理身体的方法。第三种呢就是胆结石啊，胆里面有结石啊，现在好多人都有这种毛病哈，也有好多种，也可以分为好像气滞型的啊，湿热型的和脓毒型的。胆呢其实就是说我们的肝呢，它会生产那个胆汁，然后呢胆汁流到这个胆囊里面来，胆囊壁呢可以把多余的水分呢就吸收掉，所以它里面的汁是很浓的，胆汁是很浓的呀。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四大五脏不调的时候呢，它就容易生成结石啊。那么胆结石呢，事实上它的那个治疗方法呢也都可以用食疗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药食佛的这些好像简单的通过吃饭通过饮食来调理的方法呀你不要等到真的它发作得很厉害你再去治病呢。